Hello，大家好，我是王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数据库视频。随着下半年 iPhone 12和华为 Mate 系列的发布，2020年三款旗舰 SoC 麒麟9000、苹果 H4 和骁龙865正式集齐。那么目前这三款量产的顶级旗舰 SoC 性能孰强孰弱呢？实际体验又如何 ？OK， 博观的体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小白物品 APP 双十二年终聚会，9号开始狂欢四天，小米编织数据线新人9元包邮，旧新 iPhone 12128G 到手价5999，更有品牌钟表、美妆、潮鞋低至三折，满减和新人券还可叠加使用。首先理论性能方面 ，Mate 40 RS 啊，与乐透接近75万，位列第一 ；iQOO 5 Pro 和 vivo X50 Pro Plus 支持 GPU 的超频，跑分达到了67万，分列二三位。由于 GPU 超频基本仅限于与乐透跑分，所以骁龙865的真实实力应该在60万左右。又综合性能上看，麒麟9000比865高了近15万分，约25%左右。相比麒麟9905 G 提升43.5%。在 Geekbench 5的 CPU 性能上，12 Pro Max 多核得分4258，位列第一；Mate RS 得分3737，位列第二；iQOO Pro 得分3398，位列第三。在单核性能上，H4 得分1606，依然霸榜；麒麟9000得分1014，略高于865的 iQOO Pro。整体 CPU 性能上，麒麟略强于高通，但是和 H4 还有较大差距。在 GPU 的性能方面，我们选取了 1080p 曼哈顿的离屏测试，12 Pro Max 平均204fps 位列第一， Mate 40 RS 169位列第二，小米10 Ultra 平均124。整体来看 ，A14 这边比865性能强了65%，麒麟9000则仅次于 H4， 比865强了近36%，提升非常明显。最后一个是影响手机 SoC 综合性能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读写速度。其中持续读取上 ，Mate 40 RS 高达2000兆每秒啊，霸榜第一，一众865机型大差不差，都在1700兆每秒左右。12 Pro Max 则垫底，持续读取1488兆每秒。在持续写入上 ，RS 依然霸王，高达1481兆每秒，略领先12 Pro Max 的1427兆。两个基本是一个水平，都是骁龙865机型的两倍。随机读写上 ，RS 则依然一枝独秀，达到367兆每秒。一众865机型和 A14 则在200家附近，大差不差。在随机写入方面 ，RS 546，小米10 Ultra 265，其他机型都在200兆每秒左右。12 Pro Max 这边随机写入仅64兆每秒。整体来看，华为推出的 SFS 1.0 储存芯片表现非常不错啊，吊打 iPhone 和安卓机型。纸面完了，咱们看实际。小白测评数据库新20款应用两轮打开测试总榜，搭载 H4 芯片的 iPhone 12 mini 用时95秒，位列第一。865芯片最好，目前是小米10 Ultra 用时96秒。麒麟9000这边，华为 Mate 40 Pro 用时110秒，可能目前还没有优化好吧。不如9905G 的华为 P40， 田忌这边则要慢了许多啊。最好的是 X7 Pro 用时127秒，期待后续优化。和明镜 HDR 高清加极限60帧，麒麟9000和骁龙865平均帧率都在59以上，波动也都在1帧以内，表现非常稳定。唯独12 Pro Max 实际体验较差啊，平均帧率58.54，波动达到了20.07。发热方面，Mate 40 Pro、 魅族17 Pro 和小米10 Ultra 机身最高43.42度，表现较好，其他865机型都控制在45度以内，仅 iPhone 12 Pro Max 发热最大温度达到了47.62度。双层主板夹心饼干 H4 散热确实有点费力。 CPU 极限性能光明山脉测试下，小米10 Ultra 平均59.34帧，位列第一，表现最好。 iQOO 5 Pro 平均57.44帧，位列第二。 Mate 40 Pro 和12 Pro Max 由于发热降频，帧率表现相对较差，平均帧率仅为49帧左右。魅族17 Pro 电碟平均仅36.56帧。整体来看 ，CPU 理论性能上 H4 毫无疑问跑分最强，麒麟9000第二，骁龙865第三。在实际的游戏体验上，865弯道超车啊，极限性能大幅领先麒麟和 H4 芯片。只是在面对大众游戏上，骁龙和麒麟基本没什么差距。唯独搭载最强 H4 芯片的 iPhone 还需要继续优化，毕竟玩吃鸡都掉帧，对于 H4 芯片来说确实不应该。综上所述，跑分只能决定 SoC 的理论性能，实际能不能发挥出来，还得看机身材质、硬件搭配、散热堆叠以及系统调教等等等等。总之，在买手机之前提前了解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OK， 更多机型的详细数据关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查看数据库记录，更多精彩全网搜索小白测评。我是王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